这样会闹我吗？老师干嘛闪那么远？哇哦！哇哦！很帅。跑！那你的。跟氧反应很缓和，我们之所以用火加热的目的就是让它加速，所以基本上你如果把铜拿去火上面烧烤，它就比较快变成氧化铜，不然你自然界慢慢的它会变成铜绿色了，所以你看它这样子其实它根本就没什么变化。观察到什么？出现一些很像彩虹的东西，彩虹的东西，哦，不错，啊，火焰的，火焰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变化？好像没有，所以就这样子了。实际上它的火焰有一点黄绿色，所以如果让它稍微更剧烈一点的话。那一个方法就是把它磨成碎屑，加热会比较迅速。所以这个铜粉，你如果这个拿这个铜粉在那边加热，跟你刚刚拿铜片加热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，因为它都是一坨在那里，这样加热其实看不出什么差别。那可能加热久了，它的颜色就越来越黑，那越来越黑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氧化铜的颜色。那如果你要让它剧烈一点呢，最好是粉末状。有观察到绿色的火焰吗？红色。OK 吧？看得到吧？看得到。那这已经算是铜跟氧比较剧烈的反应了。OK， 那所以这样子的加热呢，说实在的也有一点无趣，因为你大概只会看得到它慢慢的变得比较白。如果我们要让它剧烈一点一样，我们就是把这些锌粉稍微撒一点，掉在上面。颜色有点不太一样，我看得到火焰的颜色，刚刚那个比较绿，这个比较什么？比较偏银白色吧。有吗 ？OK 吗？
整个火焰的最上端，温度最高。刚一直放在这边烧，这里是所有火焰里面温度最低的地方。当然，因为风会吹啊，火焰要摇来摇去，你可能就不好追踪了。我们请什么巨男，帮我们示范一下，他们一下就烧起来，有没有？是巨男还是俊男啊？巨大的巨石。这个那表面有点白白的氧化了。那燃烧会很剧烈，所以可以直接用燃烧纸在火焰上面烧。它比较软的，所以用刀片切可以把它切成一块块变小。那加热的时候，其实因为它表面有油，油会先烧起来，所以你们一开始看到，等一下先烧起来是油燃烧的颜色，然后金属那会慢慢的融化，融化之后就外钠金属烧起来，等钠金属烧起来的时候才是那个钠燃烧的。现在你看到那个火烧起来，这个是油在燃烧。啊，这个不是大燃烧，它会开始融化，然后融化一阵子之后才会烧起来。那油烧完了，火就熄了。大家现在有点烧起来了，看到我一点颜色吗？它就是钠燃烧的火焰，然后冒出来的白烟哦，那个白烟就是氧化钠。让它等它烧完了，因为它没烧完还蛮危险的。现在如果你把它加到放下去，它不是熄掉，它是会。所以我们要示范一下加水会怎么样。实验加了几次。这有一点危险性，所以我们先切小块的，先让大家看一下小块的会怎么样。我们加一点那个酚酞指示剂。为什么？酚酞指示剂是酸碱指示用的，在中性酸性的溶液里面是无色透明的。那如果遇到碱性的呢，就会变。那小块的它，最近它多少呢？哇哦！为什么？看起来很帅。它冒泡泡是什么？冒泡泡是氢气。那如果温度太高了，氢气就会燃烧。好。那个，没有，我有点变橘色，那个粉红色啊，不好啊，好的，热锅上的橘子，开机了，它在释放热，然后氢气。温度不够，氢气所以没有烧起来。好，那就是小块的，我们要换大块的。成罐了，还算在那里了。没有开玩笑啦，脸都。
所以刚刚跟你们说，如果没有烧完，会有一点危险，就是这样子。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没有。水风炮，别水风炮，炸家里。Thank you.